半个月前在我这儿订了一只小狗，今天过来提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从早上6:30就出发了。哦，挺早的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麦你们俩谁加一下？开车有6个小时，5个半小时，五六百公里啊。其实还好。啊，好帅呀，是不是？笨笨长大就这样。有只大黑猫。嗯。这是一对吗？啊，这个那个是公的，这个是母的。哦，它长得好漂亮。感觉母的更漂亮。母的是平背，这个公的是赛级公背。哦。那他们俩的话，然后如果是有狗宝宝的话，那就是公是平就不确定了。它就是它的后腿没那么弓。哦。后驱。好了，妈妈，别叫了。这个凶，这个凶，这个很凶。嗯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它好可爱呀。好可爱呀。来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嗯。起来了，我的吗？哦，可不可爱？感觉毛很硬，摸上去还是很软的。啊，它还有绒毛。它这毛会退，退的。经常看见别人养大狼狗，害怕不敢摸，害怕不敢摸。这个能当宠物犬来养。哎，它这个骨架好好哎，性格也好。这性格不错。嗯，在视频里面看不觉得。是吧？嗯，性格挺好的。我们家有一只，就是。小的泰迪特别小，就只有5斤重。啊，小体的。嗯，然后是只小母狗，所以就想我一直都想养一只德牧。嗯，可以。然后也就是在外面也不敢自己买，然后就怕就别人骗呐、啊，然后不是、嗯、看小时候看着觉得还挺好的，长大了之后就长得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他这个疫苗是3针打完了啊，打完3针了。然后我是不是回去还要给他打狂犬？对，有小孩的话打上一针吧。嗯，就回去半个月打也行。半个月打、嗯、啊，好行，等他大一点。嗯，哦，那个大一些吧。啊，那个大。这有半岁了吗？没那么大，那个也就3个月多点。3个月就这么大了啊？哦，它跟它的那个毛色还是很不一样的。嗯。他们俩的毛色还是很感觉很不一样的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啊，差不多。哎呀。感觉性格很温顺的感觉。嗯。这个很适合家庭伴侣养。嗯。隔壁养了一只小金毛还是小泰迪，晚上有时候会叫。金毛。是只金毛。是乐乐叫啊。乐乐。乐乐叫。对。我这第一次摸德牧，看见别人养是觉得帅，但不敢摸。没事儿，别人也这狗，我心里害怕、嗯。这狗一般现在能当宠物犬来养。它性格就好好呀，带你回家。好。哎呀，你把它的耳朵翻过来。这里离高速很近，容易上高速。本来是想着是上午然后出发的，然后他爸爸说，他说早点早点，我们就早上5点钟就起来，然后6点多就出发，挺早的挺早的，正好赶到这边来。我说我先跟你说一下，免得你到时候然后有别的事儿啊。那你们回去差不多就天黑就到家了啊？对，回去可以慢点啊。对啊，那我们晚上看见有的小狗狗也晕车。有的晕车，有的晕车，有的晕车。他这回去是不是要等大一点才洗澡呀？
过个三五天就能洗。三五天就能洗。三五天一周就能洗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带接走吧。那我去拿笼子给你。哎，好，还需要时间适应。跟妞妞性格很像。嗯。是不是跟妞妞性格很像？妞妞也不像。嗯。它会公的。嗯哼。挺可爱的哟。是的。嗯。抱回家以后，果果、洋洋他们就不会害怕。嗯。这样可以。黄的。嗯，蓝猫还是什么？蓝猫，是蓝猫，是蓝猫。好可爱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这个是个尿垫，你看。要是用得上的话就用。我也带了，从家里带走的时候也带了尿垫，是吧？就那个狗粮的话。狗粮我能给你拿。这个父亲，终于求到了制作人。不会，就车上一会儿火。这个回去就一直待着。这个是狗粮。哦，好的。这个带两包益生菌吧。好，行。这里面有一小瓶药。就是预防它就到新环境之后有什么应激反应，万一拉肚子什么的，你喂它这个药就行。就直接就是放在它狗粮里面给它吃吗？不单独喂它。单独喂啊，就弄开然后往它嘴里灌就行。好啊，这是备用的，就是怕嘛，害怕嘛。是的，狗狗到新环境它有那个。这个药你们那儿不好买，没有，所以我给你带上。谢谢。当然它不拉是最好，应该没事。然后像它，是不是现在还是要吃那个，就用温水泡它吃，还是说就直接这种干的就可以？泡一下吧。泡一下。它喜欢吃泡的软的。哦。我发现它就是泡的，如果硬的话它不吃。哦，这样。它喜欢吃软的。好的。那大概多大可以吃？就是可以吃硬一点的。过一个月吧。过一个月。就慢慢过渡，从软到硬慢慢过渡。哦，好。就是，给它，泡的就是。越来越硬，就泡的时间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啊！过渡一下。好的，行。这个是本地名吃，大虎烧鸡。哎呦，谢谢。这个。嗯。好，他妈妈提着。来，我拿。谢谢妈妈。哎呀，好可爱。你们吃过饭了？吃过了。啊？要是没吃的话，咱们吃点去。哎，我吃了的，你都吃好了才过来的。你看，那个就是他爸爸，不到一年，不到一年就是他爸爸，但是他两年才定型，是吧？两年才那个骨骼才基本停止生长。两年的时间，他是不是就性格成熟比较晚呢？什么？是性格成熟比较晚？性格成熟。他现在就差不多跟人的就是六岁吧，六七岁的小孩。哦，回去我来开吧。好，收到。好，那那个后续有什么那个的话，我可能会打扰你。可以。把你衣服塞到上面。有点舍不得你哦，老板。你们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回家就会慢慢的开。好。接到他就安心了。对。来的时候心里还很急迫。是。真的，妈妈太兴奋了。前往最终市京城。有点舍不得你哦，老板。大约需要。没事，他们去你们那儿肯定是享福去了，肯定会照顾好的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。拜拜。有空我们一起来过来玩。好，欢迎。好，欢迎，拜拜。